其实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因为我要看着他的脸，然后脚要踢，可是看不到脚啊，然后就直接踢下去。对，而且他那天穿的是非常尖的鞋子。为什么看不到脚？他脚这么长？不是啊，因为我要这样子。哦，这样。但我觉得就是为了画面真实感啊，这些东西都是没有关系 ，OK 的嘛，对 ，OK 的。之后还有很多动作。未来的几个月，我应该还是会被踹、被打的非常的多次，所以就可以先回家把身体练好，然后准备好来现场。OK。